6月13号晚，姥姥沉浸在神仙姐姐刘亦菲空中瑜伽的完美身姿中。这边神仙姐姐又来放大招了，在微博活久见的晒出了一段自己的跳舞视频。视频中，刘亦菲身着简单白色 T 恤，头戴黑色帽子，造型简单又休闲。不少网友表示，上一次看她跳舞还是在10年前的星际 MV，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刘亦菲跳舞，会骑马、古筝、武术、舞蹈、钢琴、琵琶、英语、法语、日语，如此技能完满也是厉害了。好友张碧晨也评论，我想和你跳，看来大家都被神仙姐姐的舞姿给撩到了。芒果捞新闻为天仙宫报道。